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廷翰老师，是一名游戏 3D 美术，热爱 3D 创作，曾任职于自乐堂、奥可森等游戏公司，参与过多款线上游戏、手机游戏、VR 游戏制作，在业界资历已近十年。今天要与各位分享的课程是 ZBrush 零基础上手快速人脸雕刻篇。本课程分为三大单元，第一单元将带各位快速进入 ZBrush 的世界，让大家能熟悉软体的界面与操作。第二单元马上就进入本次的课程重点，写实人脸雕刻。我们将利用 ZBrush 内建的女性头部，将它改为男性角色，借此练习笔刷的应用，并且带各位初步了解人脸肌肉与结构，让你不再做出外星人。第三单元，让我们一起将作品变得更加完整，会使用 ZBrush 中的笔画以及 Alpha 功能，做出细致的皮肤纹理、胡渣等细节，搭配材质、颜色的用法，最后渲染出图。这门课的教学重点有四个，第一个是 ZBrush 的操作与逻辑，第二点是笔刷的使用方式，第三点为写实人脸的雕刻实作，以及皮肤纹理的制作方法。上完课呢，你将学会第一点，熟悉笔刷的用法，了解各种笔刷功能的使用时机。第二点，对人脸肌肉与骨骼结构有相当程度的认识，不再做成外星人。上课前呢，如果有绘图板的使用经验，会更快上手。希望同学们能借由本课程得到满满的收获，期待与各位再相见喽。